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嘉青。好，今天不是我表演哈。好了，嘘。有。哎，灯光太强了。好的，今天，还蛮热的，对。好 ，OK。好，今天表演，你知道是谁吗？哦，只有一个人知道。咦，没有人理我嘞。好的，今天是熊宝贝乐团，然后他们是正在巡回，那今天停靠站是在台东铁花村，就是这里。然后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环境。那我的左手边这栋屋子是他们的休息室，那除了工作人员之外，就不要去打扰他们。打扰也没有用，因为他们在台上哦。然后右手边是很凉快的厕所，哦，请痛快的使用。然后你们的后方就是售票口旁边，就是我们的铁花霸，那现在正在促销，就是好喝到要命的18天哦，18天生啤酒，哎，买六送一哦，还有金牌啤酒，对。然后那在更外围的，就是我们的市集，然后有一些手工创意的商品，然后还有健康的有机蔬菜，好吃到要命的卤味，然后面包，哎，面包奶酪。那待会中场休息的时候可以去逛一逛，对，然后买个纪念品回家，对。然后他们哦，在售票口那边也有贩卖熊宝贝他们的专辑，对。然后中场休息时间的时候也可以，如果喜欢的话买一张回去，数量有限。OK， 然后他们今天有特别的嘉宾，开场嘉宾，叫什么了 ？Pia， 哎，你怎么知道？好的 ，Pia， 好，那好了，我不知道讲什么了，好，啊对，要介绍这个月，铁花村的一些重非常。应该怎么讲呢？重量级的表演。那在6月15号有 Boxing 乐团 and Queen， 那个 Queen 应该大家知道是谁吗？张惠妹。好，然后啊，好阿密特了，好阿密特都可以。然后6月23号詹正月。好了哇。好，然后应该没有。好，6月27号最大场的，然后我暂时先不公布了是什么歌手，好，到时候你们来就知道了。然后好，就先这样。那我请代表交通部观光局、台湾好基金会、铁花村所有工作人员欢迎大家，谢谢。我们先欢迎开场的乐团 Pia。拍手啊！Hello， 铁花村的大家好，我是 Pia。每次来铁花村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，真好。然后今天是要来担任熊宝贝乐团的开场，觉得超级荣幸，然后又刚刚好就是回来了这个那么熟悉的地方，让我觉得超级兴奋的。第一首歌要唱的歌叫做 Sweet Sexy Lover， 谢谢。想
看见，怎么无法停止想象？闭上眼，屏住呼吸，却更紧张。有多想我的逆转，输得起来，说爱我，带我去你的未来。Oh, sweet sexy lover, don't know why, 有你在平淡都是浪漫，感觉整个世界充满爱。这首歌是我刚开始学吉他自弹自唱写的一首歌，叫做《三分钟热度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谢谢。我说我喜欢拼拼图，在下午看看课外书，想练习跑步，想学美丽的芭蕾舞，帅气的爵士鼓，唱花瑜伽也很酷，想送你的那条围巾只不到十分之五，你说我是三分钟热度，昨天想的事情已经不太清楚，三分钟热度，放弃过的事情已经数不清楚，三分钟热度，吃不完的围巾已经数不清楚，三分钟热度，哦，哇哦哇哦，一二三四五，在下午看看课外书，想练习跑步，想学美丽的芭蕾舞，帅气的爵士鼓，唱花
话遇见也很酷，想送你的那条围巾只不到十分之五，你说我是三分钟热度，昨天想的事情已经不太清楚，三分钟热度，放弃过的事情已经数不清楚，三分钟热度，织不完的围巾已经数不清楚，三分钟热度，哦哇哦哇哦，一二三四五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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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放弃过的事情已经数不清楚，三分钟热度，织不完的围巾已经数不清楚，三分钟热度，哦哇哦哇哦，一二三四，三分钟热度，昨天想的事情已经不太清楚，三分钟热度，放弃过的事情已经数不清楚，三分钟热度，谢谢，三分钟热度。好，在唱下一首歌之前呢，跟大家小小的聊一下，因为今天来到铁花村，然后好多人都认不出我来，就说你的头发怎么了？就是，大概是五月初的时候剪了一个这么清爽的短发。所以夏天再热都不用怕了。那跟熊宝贝乐团会认识，是因为呢，我们都是交大的乐团，在学生时代，我还在念书的时候，熊宝贝是我们社团里面的一个就是传奇的乐团，大家只要听到这个名字就是会离阵这样子，会敬礼之类的。然后后来就是我也对这条路很有兴趣，所以就一路请教他们，然后慢慢的长大成现在这个样子，然后可以跟他们一起来这个花东巡演，我觉得收获超多的，然后好想跟他们还台。太可恶了。然后也预祝他们接下来的每一站都非常非常的成功。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怎么了，这是我大学的时候组的乐团写的歌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谢谢。
却还醒着，灯暗了，门开着，在等什么？雨停了，怎么还不回来呢？我还在这，我还在这里等着，而昨日的，而昨日的你怎么了呢？我真的想问，是不是巧合？谢谢，怎么了？好，接下来，我今天是担任开场嘛，然后我 还有一个嘉宾，嘉宾中的嘉宾，这位朋友是我在铁花村认识的一个，就是非常年轻有为的杰出青年，我们欢迎正阳。明日之星啊，你看你尖叫这么大声。好，跟正阳会认识也是因为来铁花村表演这样，然后我们在五月中的时候，因为正阳现在正在念中山大学，然后我刚好去高雄的几间学校表演，就找他一起来玩这样子，所以就有一起合作的一些很有趣的经验。是的，没错。你这个人，你的吉他是没声音。嗨 ，Hello。好，然后就是一起合作之后，就发现正阳真是一个非常烧包的人。有吗？你还是期待我要称赞你，对不对？是没有啦，没有想过是会用这种形容词。然后今天就难得想说，哎。就是要跟着学长姐一起来铁花村表演，然后我就跟他讲这件事，他就说我刚好要回去台东咧。然后我就说哇，这刚好，那就一起来台上玩玩好了。你的吉他都没有声音，不知道出来了。嗨，哎呦，是不是他？好哦，不好意思，出了点小包。好啊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正阳跟我会一起唱三首好听的歌，自己说好听的歌。我帮你说好了。第一首歌，好，你说。好听的歌。第一首歌叫做《就是喜欢》，这是写给高雄的美浓花季的一首主题曲，其实也还蛮适合铁花村的，就是舒服的歌，然后又缤纷，又漂亮。你对麦克风说话。又漂亮。好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谢谢。就是现在的风景太
喜欢。谢谢。好，太兴奋了，让我也想跳舞。接下来这首歌是最近写的一首新歌，我大概已经表演大概错了 N 次了，所以等一下如果唱错，大家就笑一笑好吗？哦，感谢有一些特地来看我的朋友们，还有带着狗狗来的朋友，能够在铁花村看到很多外县市的朋友，感觉真的蛮不一样的，有特别的感动。那接下来这首歌叫做《颓废》，它是在讲人的生活呢，不一定大部分的时间，应该说不一定所有的时间都在前进，总有一些时候需要让自己休息一下，然后好好的摆烂，然后再往前走。这是这首歌想传达的意义。很不颓废啊！
有点累。好，接下来是我们开场的最后一首歌了，这首歌叫做《简讯歌》。我跟我之前的团员呢，在去年的六月份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《真心话》，然后因为这张专辑认识了很多很多很多好的朋友、新的朋友，还有找回了很多老朋友，觉得很开心，所以希望可以把真心话的力量分享给大家。简讯歌在讲说，如果你有一些很难开口的真心话，不知道怎么用讲的，就用写的，这个人一定可以了解你心里面怎么想。想说的话有很多，只要一个简单的动作就能和你分享生活。想录快乐在指尖，能陪着你整夜不能睡，不知不觉正在蔓延，随时随地相互拥有。比方说天空出现彩虹，我突然心情变得沉重，全都告诉我，都告诉我，想起昨天的一场噩梦，我有什么想对我说，而说不出口。喜欢我们带来的开场，接下来就是最精彩的熊宝贝。